来，我们回来推一下啊。他上来是说的是能背二进说，是反正是奇数嘛，啊，对，是奇数，通过他回答了两个一样的问题，说明对，那两个都是是假奇话，数，对，还是奇数。对，然还有后第一个是啥问他说题？三进出，你回答的是对吧？三整除回答的是，对啊。是，这个能背三进出吗？不能。那就假设这个是假话嘛，那只能，那管他，没什么办法，只能假设是假话了呀，对啊，那不能背三整除，那所以不是15，那所以只能是5了。如果是这样，如果他，但是他要一上三，能不能背三整除说真话，我们就悲剧了。那他是5，好，错了，所以说你哪个说真话了呀？第一个了，还真的是第一个说的真话，好生气啊，气死我了。猜出来了吗？没有，没有猜出来。那为什么没猜出来啊？因为他后面连续在问几个数字，对，因为我他以为他真话没用，对，我以为他真话没有用，他上来把真话用了，对，给自己玩脱了吧？啊，那谁知道？那谁知道呢？那这真话说到了吗？这个东西就是有风险嘛。黄老师先下吧，走吧，慢点，走。哇，有饭香味道。哎，我就放在门口得了。我进去得进去，走。进去也要用。那擦一下，擦一下，拿个纸擦一下那个轮子。你要不然先过来坐着，然后一会儿再说嘛。来这儿立一下嘛，来这儿，来这个毯子上搓一下嘛。你先坐那儿对不对？把大的滚陀。滚不陀，兄弟，好脏。滚不陀，就拿手来夺。何老师记得给我们转钱哦。好了，好，对对对，好了，好了。好了好了，谢谢。哎，吃饭。哎呦，这还挺丰盛哦，丰盛的不得了。哪里？哎，有啥饮料？你去，快检查一下。有。检查，这是没有人喝茶吧？不喝茶。我要喝可乐。喝可乐。我就是天天在家里点各种丰盛的东西啊。你跟金叶不一样，金叶疯狂的减肥啊。为什么减肥啊？因为这就是敬业。因为李律很自律，因为李律师的律是自律的。那他要动手术不应该？他动哪儿了？桃韧带断了。桃韧带断了。哪儿？韧带，交叉韧带。他打球扭伤的啊。那走路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？他没事，对，他是打球扭到了，然后一个韧带断了，他可以走路，但不能跑。胡老师，来，腿，补个腿腿，补个腿腿。让胡老师自己站起来挑嘛。也是，挑着点，挑着。有人知道这是干嘛的吗？这是蘸什么的呀？这啥？看着像山药，靠山药，有可能是蘸鸭子的吧？有可能拿来拌饭的。好辣，多辣！那个又辣又咸，嗯，炸鸡好香啊！哪个？那个辣鸡好香，但有点辣，你别吃。我偏要试试。是吗？这应该可以吧。
你们有准备买东西吗？我跟你说，是有准备买东西吗？没有啊，从来不参与这种购物节。什么？购物节？就双十一、双十二。不参加。你呢？没啥要买的。这没啥要买的。我去年买了一大堆，就是直播、直播的东西。就便宜很多吗？八五折吧，差不多。嗯，差不多。你有啥要买的？纸。啊？卫生纸。因为流鼻涕特别多，所以我们用卫生纸用特别多。说个男的，那我来一个那个张晨烨，再吃点吧，快来一头吧，来一头饭吧，感觉可以，我没有自己去吧，那你自己来吧。哦，可以，谢谢。咋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给自己咬饭怎么了？没有，我自作多情了。自己咬饭，你把碗凑过来看。不是我站起来了吗？不是，我站不起来啊。你站起来了，好厉害！你必须要站起来，你厉害。这对小何有滤镜。你看这节目吗？嗯，因为新 over 这个节目。小何怎么了？他有滤镜。觉得好帅啊，好牛的样子。每次这个里面不是他都有一些案件嘛，就各种各样的，有金融的，有刑事的，有什么，就是很多。那小何都会略知一二的告诉那些其他的艺人们说，哎，这个点他应该怎么讲，我觉得好专业角度。对，我也背了好多东西那样子，感觉好牛，崇拜。那你看什么李金业当时那些面试的时候满分面试，李金业满分面试，我就说面试可厉害了，当时李金业面试的时候。是吗？李金业面试？对，2020年的时候的 offer， 第二季，我不看。主要李金业出来，我好久没有，我都没看。我看到2020年的那个好白头好黑啊，头发根本没有白头发，是那个时候都是白头发，那好多白头发啊。嗯。他可以调成纯左手操作模式吗？你为什么左手就可以快进啊？不要按右边快进吗？那是芒果，其他平台都是只要按长按屏幕都是快进。对，会退。对，只有芒果是左边是快退，右边是快进。为什么呢？你知道吗？因为芒果的节目值得反复看，所以要拉回去重新再看一遍。哦，说的对，我完全认同。说什么？因为芒果，你在看芒果 TV 的时候是左按左边的话就会快退嘛。哦。那你只能用右手按才能快进，但是其他平台的都是你只要按着长按屏幕它就能快进。所以胡老师就说，所以芒果的节目就你需要反复的去。你又不会倒着看啊，你不都得拉回去吗？这个事儿跟这没关系，关系的是。胡老师的高情商发言。高情商发言。OK。胡老师刚刚让我震惊了，我没想到你情商这么高。你要说那句话，真给我干嘛。胡老师能走到今天这一步，也是有他的原因的。人家能坐在这儿，不是靠他的腿，可是靠他的嘴。那肯定的，还是靠嘴。等下这一段播出来了，你到时候自己发微博啊。热搜。我终于理解那个话了。我有时候看到一个热搜，说的是。徐思钧的高情商发言让旁边人没法活，这东西终于知道当时那个热搜的、这个。怎么？那你现在还播吗，小王？我播啥？小王直播间常客。不是，主要是不好播，不好让网友知道，不想让。嗯，那你总会知道的呀。我准备让我差不多快好了再让朋友知道，否则老有人觉得当时不想让人问我。你卖惨。那不想让人再问我好没好好没好似的。哦，你哦，我懂你感觉，懂你的意思，懂你的意思。懂你的意思。就我觉得差不多快好了可能让他知道这个。那你最后可能还是会有人问的。是会有人问的。只要这个节目播出来。差不多就快好了，这播节目播出来的时候。那、你好了也会有人问。别人说我说好调皮啊，为什么喜欢弄个骑个小车。
火树好可爱呀、啊，火树。小煤气罐啊、哦，小煤气罐，我小煤气罐，还有他的小滑板车。这个从哪儿叫出来？小滑板车，真可爱，一把年纪了。小煤气罐。我妈前几天刚来了。嗯，咋了？阿姨咋了？就带过来看我。照顾了你一下。他们没有，他们就是买了新车，就是自驾出来玩，从四川一直开到长沙，现在开去常州。你爹开的？对。你爹这么牛啊？对。就你跟你爹跟你妈两个人？对，就他们两个。哎，那挺潇洒的。对啊。他自驾出来玩。你爹每天开就自驾就开始开多少个小时？七八小时，他从这儿八小时直接开到了。我总觉得要骂人。什么？他说你爹，你爹，感觉就像在骂人。您爹，嫩爹，嫩爹。他八个小时就从这儿开到了杭州。那你，您爹，更加骂人了。那你父亲，挺能吃苦啊。这要尊重一点吗，涛哥？开的可开心了，他。